深邃的双眸，犀利的语言，他是陈丹青，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。30多年前，他创作了西藏组画，从此他的名字与西藏有了挥之不去的缘分。我感谢西藏，就是他唤醒了我的感觉，然后鼓励我说就这样就这样。我现在想起来，那是非常好的一段时间。自从1980年离开，31年来，陈丹青再也没有重返西藏，但是他和他的作品却勾起了无数人对西藏的向往和热情。我蛮希望听到评价，有人说你的话总是高兴吗？然而，多年来，陈丹青对于自己的西藏组画却有着别样的态度。我有一度我在那抽烟，就蹲那儿看，觉得这算什么啊？差远了还。阔别西藏31年。陈丹青细数他与西藏的尘封往事，满怀激情的创作故事，充满浪漫的情感邂逅，尽在本期《西藏往事》。陈丹青老师，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跟我们分享您的西藏往事。您是我们尊敬的一位艺术家，您在很早的时候就从事过西藏题材的绘画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谈一谈您的西藏组画。这个是您出的一个画册哈，对，我与西藏组画。对，那么在这个画册的扉页上呢，有您一张20多岁时候的自画像。对，这个自画像是什么时候画的？25岁那个时候，对，这是1978年的夏天吧。当年我考上了美院，毕业那年80年，我就第二次去西藏，就这样。这幅画比较打动我的，我觉得是这幅眼神，就感觉好像这个眼神在穿透30年的时光，跟我们对视的这种感觉。这个比陈丹青跟此陈丹青在对视啊。OK， 好吧，让他对视。那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去西藏呢？不是我想到去西藏，我是村里一个知青，当时很巧，就是南京艺术学院有一位国画系的毕业生叫黄素宁，他毕业以后呢，就志愿报名到西藏，让大家很吃惊，问他什么道理，他说他从纪录片看到西藏，很需要艺术家，然后他就这么去了，去了以后呢，他立刻发现那儿真的很需要画家。所以在同年1976年，就又回南京。他有一个计划，就是找他的老师和同学到那儿去帮西藏人画画。他觉得我油画画得好啊，画农民什么都很生动，他就想叫我去。那个时候你们就已经开始非常正规的在画画了。对，创作生涯开始的非常早。我20岁就出连环画。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是23岁。照现在说法就得本科刚毕业等于，我就这么去了，而且第一次坐飞机坐到成都，然后再坐到西藏。1976年，23岁的陈丹青来到西藏，当时他和同来的几位住在藏剧团的一个院子里，每天跟剧团演员们一起搭伙做饭，而他们的创作地点就在布达拉宫旁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。那我们9月1号到，9月9号毛主席逝世了，就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弄到一个题材，因为当时参加了长期的一个追悼会，追悼会延续了有7、8天呢，从单位一直到自治区，一直到全国，所以那是我第一幅进入西藏以后的大创作，就是那个泪水洒遍丰收田，对，您采用的这个视角，现在看来也还是比较先进的，在当时来说，他没有直接的去描绘那个历史的事件，而是用了一个瞬间。是这样，我喜欢画人物，然后喜欢画人物的表情，因为我在追悼活动当中看到哭成一团了，倒在地上，这些我都看到。看到以后呢，当时黄素宁就出了个主意，就说你就画这个大家在哭毛主席逝世，因为当时不知道要画什么，我觉得有意思，因为有表情，我喜欢画人，喜欢画表情。因为我亲眼见过他们这个样子，就这样画了。画了以后呢，比较有意思就是，到年底我就结束了这个活动，就回去继续到村里去了。是黄素宁当时是西藏的美术干部，等于他就拿着这批画到北京去参加当年的全国美展，差点落选，因为没有见过这样的，
画得很灰很重，然后大家都在哭，很压抑的一个悲剧调子。听说是事后听说，就有一两位评审者，他说我弟弟就是援藏的，然后哭起来就这个样子，所以很危险的通过了。就这幅画在当时应该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一是它的西藏题材，再一个这种画法在70年代还应该是比较，据说是这样，因为前卫的，各地来参观的人蛮惊讶的，因为此前我在北京没有名气，就是，怎么忽然有个知青，说是南方的知青画了这么一张画，就大家就很好奇，然后后来我考中央美院，那老师也告诉我，他们说，应该把这个小伙子弄到北京来啊，我们以后要招生，这他应该来考。就当时的长辈都很爱才啊，所以看到这张画呢，应该说对我日后进入中央美院是挺有影响的。我觉得，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好看的一个小女孩，我在那曲画到的一个真正的美男子，假浪漫很讨厌，但真浪漫是很好玩的啊。咱们都年轻，就在高原，咱们就恋爱了。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？哦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因为第一次去嘛，因为跟汉族地区完全不一样。另外，它的形态，就整个拉萨的城市，然后那种街道的样子，就非常像中世纪。后来我到土耳其、到意大利、到西班牙，就有些古老的街道、城区，就跟拉萨有近似的地方。因为它是高原，它高原，它日光是不用说了，你要是头整个抬起来，正面的看蓝天，它是黑色的，几乎还不是蓝色，可到晚上呢，它如果出月亮的满月的时候，就像白昼一样亮，但又是月光，你手伸出来，手相都能看见，然后在那样的巷子里头，八角街那种巷子，然后很多牦牛队会。牦牛就蹲下来就过夜了，过夜，可是它头稍微动一动，它那个铃会响，就是这种月光，这种铃声，对，感觉仓央嘉措要从里面出来啊，对，这种感觉是，就那个印象特别深。我们第一次参观布达拉宫，现在想起来太奢侈了，是西藏的文化艺术的办公室联系了西藏的文物局，就请一个文物局的一个干部。拿着一大串钥匙，就带着我们四个人，就爬上去进入布达拉宫。然后呢，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走散了嘛，大家互相在里头走，像迷宫一样。我就故意就不回答他们，不回答他们，他们就走掉，我就给锁在里面。锁在里面的太妙了，就是我就一个房一个房穿到后来就空了，就是他们各种僧人住的小房间，有上百间房间。我完全是空的，我都还在墙上天花板看到民国时代的报纸，当然当时不太知道，就繁体字的竖排本的那种，感觉时间停止了那种感觉。他们糊墙的，中午非常非常安静，在山上一个庞大的寺庙群，然后在听着他们很沉重的把那个门打开，然后底下山下有水弄上来，然后住到那个缸里面去，就这记忆非常深。此外呢，我也到农区牧区也去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好看的一个小女孩，叫达瓦，大概十岁的样子吧，就像吉普赛女郎，巧克力那样的脸色，很好看的鼻子、眼睛、嘴，非常好看，像个羚羊那样草原上跑来跑去。就看到我们这些外人来，特别高兴，就老跟着我们。此外，我在那曲画到的一个真正的美男子，就在这儿，1976年9月29日，红旗公社啊，红旗公社第五生产队牧民多吉，他的名字叫多吉，真是好看，眼睛亮的，简直是，然后古铜色的皮肤，一脸憨厚的笑容，就跟我在什么上海啊、什么江苏啊、什么江西画的农民完全不一样。此外，你看，这是农区的一个农民，1976年10月14日，用淡彩画的，这个就比较深沉一点，年纪略微大一点，大概35岁这个样子，一声不响，就是请他过来画，他就坐下来，画完他就走，就是这样的牧民，我此前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非常朴实哈，魁梧彪悍，
沉默，就是非常朴素。那您第一次进藏还真的是非常有收获啊。再有一个意外的呢，就是黄素宁借我去的，咱们都年轻，就在高原，咱们就恋爱了。黄老师跟您是同学是吗？不是同学啊，不是同学啊，就是朋友。然后呢，就江湖上认识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是江西知青啊，江西上海知青。他是在南京艺术学院的一个工农兵学员，就这么认识了。我也很佩服他，他有志气，当时不愿意随便找个工作，他愿意到西藏去，然后很自然我们就好了，就是这样。一块到草原去，这本身这个过程可能就很浪漫，假浪漫很讨厌，但真浪漫是很好玩。对，觉得您那个经历真的是很丰富的，非常丰富。到1980年，我要画毕业创作，当时我就黄素宁还在西藏工作，就等于也想团聚嘛，我说我想到西藏去画创作。那美院挺好的，美院念在我此前画过西藏创作，就特批了400块钱的出差费，在那儿又待了半年，那会儿就画出了西藏组画，算是我的毕业创作。1980年，陈丹青再度来到西藏，与1976年相比，这一次他的绘画意识有了很大的改观，这得益于1978年法国乡村画展对他的影响。19世纪的库尔贝、米勒、莫奈、科罗、希斯莱、马奈这些名家的画，给了当年的陈丹青莫大的启发。他开始将视角投向普通人真实而质朴的生活形态。去了以后呢，我就到处画速写，到处拍照，到处走，到处看，然后就开始就一张接一张就有西藏组画出来了。就这样，我完全不知道会画出什么啊！我不预设立场，我也不预先想象我要画什么出来，我蛮早参加创作，但是我一直很痛苦，我一直要别人提供题材，你告诉我画什么，然后我来想象一个画面。但到80年不一样了，我用不着别人告诉我，我自己看法国乡村画展，他告诉我你可以画一个人就坐在地下，只要画得生动真切，就可以是一幅画啊。所以我第一张西藏组画是画就三个母亲在那儿喂奶，这就是我在路边看到的事情。这个场景是您真实看见的一个？真实看见，然后我就画速写，也拍了一些照，就开始画起来了。从一个脸开始画起来，画起来，这个脸出来以后我就高兴了，非常好看的一个母亲，歪戴了一个红帽子，就是很呆的在那儿等孩子吃奶吃完，他可以去做别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真是感觉非常重要，我感谢西藏，就是它唤醒了我的感觉，然后鼓励我说就这样就这样。我现在想起来那是非常好的一段时间啊！我一大早赶到布达拉宫，然后我跟着他们进去，然后一路上就画了好多速写啊，就是根本看不过来，太兴奋了。我一天最多画100多个人物啊，这一本速写本一会儿就没了，急死了，赶紧找。这个是三姐妹进城，一个拽一个啊！他们这个表情都很羞涩的这种，但是又很好奇这种眼光哈，在张望世界这样的，特别健康，就很坦然的就这么进来了，最淳朴的样子。康巴汉子的造型感也特别强。康巴汉子那都是美男子，造型感非常强，壮汉啊。对，这个这种淳朴的这种表情，天天就站在那儿，一人拿一个乳酪在街上卖。这就是他们的食物，饿了就割一块肉，然后就一个乳酪，然后吃点酥油茶，这就是他们的一日三餐，就进来做生意开始。所以你看您的日记里面写1980年3月3号，这是从没有过的自由，我终于学会像说话一样画画。对，而且这个话是您自己说的话，对，不是别人告诉你的话。对，原来画画可以这么直接，对直接的东西肯定生动。